在这一边呢，它说 y very directly square of x，所以它是 x square，所以 y 打叉 x square，所以我就有 y 打叉 x square 咯，c 咯，y 打叉 x square 咯。好，在这一边呢，它说 p very directly square root of q，所以 v 打叉 square root of q，然后 inversely cube of r，所以这个是 square root of q 啊，cube of r cube。所以就 v 打叉一百 r cube，OK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跟它合起来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 v 打叉 square root of q r cube。所以在这一边呢，它跟这一个，它让你拿这一个跟刚刚的这一个来比较，你看这两个是一起这样来比较的。诶，我刚刚这边写错了，它这个是 p 哦，不是 v，OK，我写错了，这个是 p，所以 p 这样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PP 一样，OK，PP 一样，R power n，R power n 一样，所以 R power n，n 是等于三，所以我的 n 等于三，n 等于三，对，这两个错了。然后过后呢，我的这一个做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这个 q square q 呢，我知道 square q 呢，它其实也等于 q power 一百二，OK，我们在计算机那边你可以看 square 四，我拿到的是二。然后我的四 power 一百二，它也是二，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来的。你看这一个东西和这一个东西是一样的，OK？所以我们知道那个 square root 呢，它其实就是那个那个 q power 一百二，所以这个也是 p power q power 一百二 r power 三，所以我的 q power 一百二 q power m。所以我的这一个是一百二，OK，一百二，然后二是错了，所以它答案是 C，所以它答案是 C，就是这样。